这青青柳柳，耳边没有绿的臭大神，不好啊，好死吧！ 相信我，我这是大桥上面的专门救人那个人，叫陈四。他在南京长江大桥接手12年，成功劝阻281人自杀。我喝点的，我每天都累的，我现在想不到自杀，好可怕。 我也想讲一遍呗，今天我都讲那么多，就像我明天咋长还不知道呢。人的生命就这么长，不是顶着碗就谁的命。人为什么活着？人为什么要去死？现在我自己找不到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面，从娘胎里出来都是娃娃，大口攥个拳头。 这个自己看自己呀，是很重要的一方面。 因为你镜子里面的你是真实的你，唱歌，吃凉的吧。